花了多少钱医药费？哎呀，花了10多万。10多万、嗯，大部分报了啊，能报到90%。这个兜底很重要，对，嗯，因为将来还是这样，这是将来还会长期会。那你现在这个地是自己在转还是流转的？这也一笔钱吗？有2000块钱。不愁吃不愁穿，两不愁，这是咱们都是直接看到了，我们就坚持这个。真的好，谢谢的好。这是哪一年搬过来的？去年8月份的。2008。幸福多了，幸福多了。冬天到，真结婚。谢谢你们住的房子啊。好嘞，好。现在这些衣服啊，这些被子啊，够不够用？够用。够用吗？还行。这粮食看来都是没问题的，粮食没问题，全村都没问题吧？全村都没问题。如果没有党的关怀，我和弟弟都走不上去。他的面是共产党救的，他做手术。中国人说话，中国共产党说话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。我们还不能停步啊！接下来向第二个百年新风景啊！迈进！全体中国共产党员，党中央号召你们，牢记初心使命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践行党的宗旨，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，干在一起，风雨同舟，同甘共苦，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，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。